推出呢云东还有云西啊两个非常重要的景点。那云东呢，我们以经典步道深呼吸啊为最主要的景点介绍。那云西呢，我们以海路哈、深度的微旅行啊做介绍啊。那我们想透过我们啊云东的整个步道哈 的一个介绍，尤其是我们的经典步道哦、目前哈、在所有山区的经典步道哦、你透过这些步道呢，你大概可以欣赏到哈、我们草岭、石壁、漳湖，还有我们华山地区了哈、无论是。我们云西啊，可以是海陆啊哈，海陆一起的哈。我们透过这样的微旅行，将我们社区的这些特色介绍给大家。那也结合农渔的体验哈。那总共呢，所有的这些行程呢，大概走过13个乡镇哈，将我们的特色呢让我们所有乡亲来体验。我们从6月10号开始开放网络报名，那我们推出了所有的这些景点哈，那很快的哈。只要梯次满了哈，那我们呢就结束了哈。那所以呢，这是。哦，太好，3次、4次。那一日游完全是免费哈。那二日游呢，你只要再加500元的一个住宿的费用了哈。那其他的费用一律都是由我们云林县政府来支出了哈。